算钓了一只更像样的欧骨，哎呀，哦，那个真的是妙不可言，赞赞赞！啊，我真的要感谢伟成，真的带我来这么，就是他教我很多，对我就是觉得。 但是黑麻麻的，真像欧骨大黑牛，哇，这只应该也是快40，有没有比我脸还大？啊、太厉害了 ！OK， 我们继续拼。